你这人挺有意思的。是吗？你比他有趣。这死丫头只会拿他爸来威胁我。理解。如果我的父亲也是一名特警的突击队长，我也会这么说。是吗？我觉得是。特警突击队长的女儿就应该与众不同，比起普通的女孩来更坚强更勇敢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保持镇定。你别那么多废话行吗？赶紧给她吃药，快点。是近视眼的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你炸。里边的人慢慢出来。啊！你们玩的也太刺激了吧，把我唱的搞翻了。导演，导演呢？光头强呢？什么光头强？别他妈装糊涂！光头强呢？什么？光头强在哪？老铁，别拦我！冷静一下，服从命令。说，有个光头导演让我来演戏的，说见了警车就跑。告诉我。这个光头男人在哪儿？他带着一个小孩坐我小舅车走了。上车！喂！我说上车！哎，咱们给钱呢，给你钱呢。没有可疑的人，所有的小孩我都仔细观察过。这人流量可比大海捞针强不了多少。那也得找，这是咱们唯一的线索。我们也进来了。
我看到了。确定？确定。我跟上去了。你不要跟过去，我马上到。来不及了，就是那辆车，我跟过去了。我们马上跟上那辆大巴车，立即去武信。解除了您的票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马上开车了啊！快点！哎，还有人吗？哎呀，我快点吧，就等你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刚上个厕所。好了啊，刚上车的乘客坐好了，我们就开车了啊。龙头龙头，母老虎发现目标，在东海市开往朝阳市的大巴车上。撤掉所有岗哨，把东西都收起，就像没来过一样，快！快！撤！搞什么呀？怎么，这就撤了，不找铁蛋了。铁蛋搞办了。在哪儿呢？你怎么还来？他是我儿子。老铁，我知道，我们会把他救出来。这次行动你不能参加。不，龙头，我路过行不行？必须要绝对听从指挥，不能冲动，你能做到吗？没问题。好，老铁，跟我撤吧。好。蚊子，到，放他们上高速，在50公里的服务区处待命。我马上到车站，通知警航，空中监视大巴车，远程监控。让小飞燕的直升机直接到车站等我。快！是，上车给我等。陈头，喂，你说，我们马上跟上那辆大巴车。你们不要跟了，不要引起他的怀疑。我马上到车站，我们在那儿汇合。我们不跟上吗？龙头，陶晶已经上车了。听我说，只要不引起关东强的怀疑，他和铁蛋儿都不会有危险。告诉陶晶，不要轻举妄动，我们会有办法的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张姐，我李经理。李经理啊，我出车呢。这开车不打电话，不是你定的规矩吗？这让你抓着扣我奖金的机会了啊！你听我说，你不要讲话，警方有人跟你说话，你还是不要说话，你听着好吗？张姐，你好，我是东海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猛虎突击队的大队长龙飞虎，警方现在需要你的帮助。如果你能做到，就编一个谈话内容，如果你做不到，就不要说话。啊，是小刘啊。哎呀，什么事儿啊，闹这么大，都找经理了。哎呦，不就是你那个交通罚款多了点儿，姐说了你两句吗？哎呀，你还真当真了，都找经理了，真是的。张姐，现在就在你这辆车上有一名绑架儿童的犯罪嫌疑人，他身上带有枪支和炸药。就这么点事儿啊。啊，我知道了，
看看怎么解决吧。小姐，你先不要害怕，我们特警的突击队员也在你这辆车上，他一直在跟踪着。我现在想知道的是，你可不可以伪装你这辆车出了临时事故，在下一个服务区停车待援，我们会派突击队员开接应的大巴车停到你的车后面，然后你让所有的乘客换乘到我们这辆被控制的大巴车上，等犯罪嫌疑人和被劫持的儿童下车的时候，我们会发动突击，控制犯罪嫌疑人，解救被劫持的儿童。啊，行哈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你就是有办法的。哎呀，小刘啊，就这么点事儿，你还不会解决吗？张姐，现在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冷静和镇定，等我的电话过来，你就伪装你这辆车出了临时事故。你放心，驾驶接应大巴的都是我们训练有素的突击队员，请相信我们，一定能解救所有人的，不要慌。行了行了，张姐什么世面没见过呀？哎呀，小刘啊，不是我说你，就这点事儿啊，不要大事小事的找经理，有事儿啊就跟张姐说啊，张姐啊会解决的，明白了啊。好了好了，我还要开车呢，不说了，挂了啊。经理，我现在需要一辆大巴车。没问题。好，黄淼，到。这次的任务，你做驾驶员。明确。狙击组，到，搭乘直升机到预定位置，找到制高点待命。明确没有？明确。明确。你们三个跟随上大巴车，等乘客下车的时候混入乘客，一旦有变，上车快速突击，明确没有？继续。我跟直升机带狙击小组先走，大队在前面的服务区待命。不是，那我呢？你现在没有参加行动的权利。我知道，但是我不能就这么在家等着吧。作为被绑架儿童的家长，我允许你跟我一起走。谢谢。老铁，我们一定会成功的。会开吗？我们都学过。谢谢你，经理。我会保密的。祝你们行动成功，一定会的。上车吧。哎呦，这车坏的真不是时候。哎，这怎么了？哎呀，小毛病了，也是老毛病。这车呀本来就有问题，我还以为他们都修好了呢。哎呦，没事的啊，一会儿啊我向上面汇报，派个备用大巴过来。现在不会出事吧？哎呀，又不是第一次了。哎，大家坐好了啊，我们一会儿到前面的服务区去等。哎，这多耽误大家的时间啊，我都要好跟家里去协调的。哎呀，这车坏了又不是我的错啊。哎呀，大家坐好了，咱们到前面服务区还有5公里。哎，想上厕所的先上个厕所，这备用大巴还得等一会儿呢。没有发现目标。哎呦，我说这个备用大巴到哪儿了呀？哎呦，这车你拿走，我可不管。这破车，哎呦，你也不知道给我台好的。王东强没有下车，他一定在那个拉窗帘的窗户后面。这孙子真狡猾。铁蛋跟他在一起。对，我们得等机会。
光头强没下车。如果想让他下车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了。你能不能开快点？我车的速度到极限了，恨不得挂个飞车。行了行了，马上就进服务区了。通知陶静，做好准备。知道。大巴来了，大家下车取行李换车吧啊！各位旅客请换车，大家动作都快点啊！上车上车。大姐啊，这车女人能开吗？没问题啊，姑娘，你要学我教你啊。那这车的档位跟小车能一样吗？哎，其实都差不多，档位、离合、油门。警察，不要！报告，干他！猪在这藏起来了，根本看不到光头强。狙击组留位置吗？被窗帘挡住了，没有射击机会。放下武器。是，我先过去，听我的，我先过去。警察，放下武器。龙总，嗯，看样他早就有所准备，把后面窗帘都给拉上了。啊啊啊啊！赶快上车，抱着他，你这，你这，你这，站着，你这。儿子，儿子，爸爸，儿子，儿子，爸爸，儿子，刚才爸爸哪儿疼啊？报警，谢谢啊，老铁。快带孩子上救护车检查，快啊！好，快，那个，一枪毙命，真的是好枪法。好枪法，确实是好枪法。你知道吗？这是我第一次在实战中打死敌人。不对呀，上一次李天阳也是你打死的呀。不一样，这次我是以正式的第一狙击手的身份，第一次打死敌人。没错，值得纪念。老静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刚刚撞车了，擦点皮。陶静，我们一起努力的。刚刚车是你撞的？啊啊！我看看你的伤口。没什么，就是擦破了点皮。
事儿。阿静，我们为你骄傲。好呀。我就知道你是最棒的。想不想出去玩？去哪儿？上车再说呀，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。嗯，不行，我妈妈她不让我上陌生人的车。你说咱们俩还算是陌生人吗？我们只是网友而已，不行。谁说我们只是网友了？我们是好朋友啊。啊，不行，我还是不能上你的车。哎呀，你瞧你这警惕性也太高了吧。那是一定的，因为我妈妈就是这么教我的。好。过来！啊！还有你这么不听话的孩子，给我回去！救命啊！妈妈都生日了，你还离家出走？过来！你们说啊，这是我妹妹，她离家出走，我好不容易才找着的，真的啊！爸爸，站住！你看一下，她是你妹妹吗？废话啊！我告诉你一声，报警，让警察来鉴定一下。报警！我家里的事关你的屁事儿啊！住手！得了，你还真有人当雷锋啊！喂，你好。喂，公安局吗？我们这是山区路左的咖啡厅。喂。喂，山西路左卡咖啡厅发生疑似绑架案件，现场有格斗的声音，请就近巡逻车辆马上赶到现场，通知猛虎突击队，是疑似绑架案。飞燕，可以起飞了。你把嘴闭上就得了，我凭什么呀？别吵了，
吵什么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有什么事啊？我是龙头，现场什么情况？现场一名女孩被三名劫匪绑架，我们的巡逻车辆及时赶到，所以他们没有逃跑。但是女孩还在他们的手中，他们手上有尖刀，正在与我们的巡警隔着门对峙呢。就一名女孩吗？就那个女孩。好，知道了，发到我的终端上。在家呀、啊，今天是周末。莎莎出事了。什么？快，再快点。是。哎，秦总，对不起。秦总，这个月爸爸我娘看不看了？可是有特警队的，我爸爸就是特警。什么？东海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猛虎突击队的大队长龙飞虎，你死定了！啊！就在里面，大哥，特警队来了。你们完了，我爸爸来救我。闭嘴！现场的情况怎么样？他们劫持了人质，我们从这里看不到里面。里面什么都看不见，没有位置啊。位置也没用，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哪儿。你是狙击手，我是狙击手，现在不是斗嘴的时候。我的找法是没错，我们先确定他们在哪儿。
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Thank you.
他出来了，看见了。别开枪！别开枪！需要我做什么？待命。Thank you.
你的要求向上级转达了，我们找一个折中办法过来。但是在这之前，你不能伤害人质。你应该知道，这是你唯一的砝码。如果人质被伤到了一根头发，我龙飞虎向你保证，无论天涯海角，我一定会找到你，然后干掉你。成交。记住，给你一个小时。你知道要汇报多少个上级部门？一个小时连写报告的时间都没有。那你要多久？五个小时。不行，只能给你三个小时。好，三个小时，我尽力而为。记住，三个小时，你还有两小时五十九分，再联络。你们俩守到橙子位置，把孩子给我。好的。赵国队，你们有三个小时的时间，找到解决方案向我汇报。收到。我想确定他是否发病。哮喘病。哮喘病从小就有了，我不知道他有可能随时会发病，你也知道，如果他有什么事儿，后果是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把他放了，我来做人质。你胡扯！你以为我三岁小孩啊？那就让医生进去给他看病吃药。不行，我怎么知道你不会派一个突击队进来？Thank you.
防弹背心脱掉，脱。双手举起来，举高。大哥，没有携带武器。过来，慢慢走。放下，不许穿。慢慢走。再慢点。你们这么对待病人的吗？跳着吧！你拿枪对着我，我怎么治病？行了吧，快点！一切正常，他很冷静，没有引起怀疑。你这人挺有意思的，是吗？你比他有趣，这死丫头只会拿他爸来威胁我。理解。如果我的父亲也是一名特警的突击队长，我也会这么说。是吗？我觉得是。特警突击队长的女儿就应该与众不同，比起普通的女孩来更坚强更勇敢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保持镇定。你别那么多废话行吗？赶紧给她吃药，快点。
真的是近视眼吗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你长。